I'm so fucking sorry. I'm sorry. I'm sorry.这位老师，对不起，建奇老师，对不起。 然后，no, it's not their problem, it's my problem. 然后, James, if you are watching, I'm sorry. 这是我第一次要用双语颁奖，所以我其实真的蛮紧张的。No, it's my problem. It's my problem. 你们知道吗？ 我参加金曲奖已经11年了，就是无论是什么角色，我其实对金曲奖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我常跟他们说，你们要我扫厕所，或者你们要我帮你订便当，无论如何我都要参与金曲奖。So, I really want to do my best here. I practice for a week. 打开信封的时候，我的确是因为太紧张，所以翻错了。I'm so sorry. 然后我在我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我尽量的向那些指责我的或是支持我的人道歉。无论你是指责我的或是支持我的人，我都谢谢你给我意见。 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对金曲奖的尊重。我希望做好一切，然后我希望可以弥补我的错误。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道歉，尤其是建伟老师。建伟老师，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在录音室，我们可以一起在金曲奖。 然后让我再次的向你表达我最深切的歉意。 I'm so sorry. I'm sorry. 我一直想当一个很称职的颁奖人，然后我希望用我有限的英文程度，可以颁发一个我很从我内心发自内心非常骄傲的奖项，就是单曲制作人。 因为我知道制作人对歌手的意义有多大，然后很抱歉的是 ，fuck it up， 然后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再一次给我机会。 参与金曲奖，无论我是用什么身份，无论是扫厕所的，无论是帮你们订便当的，然后无论是颁奖的，颁奖的很糟糕的，或是甚至是入围者，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再见到我一次。I'm so sorry.